谢谢您吧，谢谢您吧。哎，好，谢谢啊。嗯，于老师的男朋友来，我好，你们那男朋友啊，我听一大老爷们跟这喊，于老师我爱你，嚯，谢谢谢谢。哎呀，谢谢各位来听相声，该我说闭嘴。谢谢啊，站在台上看真是满坑满谷，对，感慨啊。嗯嗯，就是那儿短一个座，这是不是上厕所了这人啊？嗨，那个保安去把那座给我拆了。嗨，进去去，不至于这样，传出去不好听，有一空座啊。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谢谢。于老师终于回来了。对，没单飞。嗯嗯嗯。去年我看自媒体人家都说于谦单飞了，对，他们吵这个是不是啊。嗯，我后来我还问他，我说您是单飞了吗？啊啊，我因为我了解他的这个为人。是吗？他不会的啊。是，他就是签了几个电影没拍完。哎，对了，给人拍戏去了。嗯，因为我干过这行，我知道拍戏又累又难受，不容易。我说怎么这么大瘾啊？后来他说，他说女演员很多啊。我奔着这个去的，那咱就不能拦着人家了啊。对，老话说得好啊，啊，劝赌不劝嫖，劝嫖两不交，也没有这么句话，你这用不上在这儿。劝赌不劝嫖，哎呦嗨嗨，行了，您劝嫖两不该。这就赶回来了。对啊，回来。我说，我说您歇两天吧。嗯，我说不行，咱们调调。不不不，一定要去。对，尤其北展演出很重要。那可不啊。我说您累不累？哎呀，那父亲节我必须得去看你去。他说，哎呀，嗯，也没有我这么孝顺的了。嗯，我是很感动。您客气了，真的啊。啊，我打小啊，我七岁，嗯，开始学评书，哦，我是说书出身，哦，七岁学评书，嗯，九岁学相声，也不晚。八十年代末说相声不挣钱，我又出去唱戏去，哦，京剧、评剧、河北梆子，唱了五年的戏，这从业经历很丰富。就是后来又回来说相声，嗯，这一下回来看看，跟我合作的演员也不少，哦，但是谦哥是最好。您捧我了，真的，实话实说，嗯，我们俩人在一块儿，咱实话实说，就这话不能掉地下啊，老有话。你看这行，哎，说相声怎么个好？为什么他说相声就乐，这主说相声大伙儿不乐？嗯，其实是个节奏的问题，语言节奏嘛。啊，我们讲话这个话不能掉地下，是啊，谦哥，这份儿啊，就老得接着，永远没有说失误，啊，错0.01秒都没有。不差这个，就好比比如说我有一盘子，我夸一扔，嗯，是扔哪儿他都能弄回来。嗯，啊，有时候也磕牙上。这我没有您这么打比喻的，您好人呐，是吧？拍完戏了咱们好好说相声吧。那一定是这样，因为演员要多演。是，你说演员就是这样，你不怎么演了，嗯，容易让人说闲话啊，本身就功夫也就掉了啊。嗯，哟，最近没看见高峰，是没看高峰说相声，高峰哪儿去了？哦，这就闲话了。你看，就有人说高峰出事儿了。哟，怎么议论高峰出什么事儿？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哎呦，这出大事了！这个，手术据说还挺成功，越成功越麻烦呢。啊，高峰留在泰国当娘娘了。嚯，哦，让皇上看上了啊！有点太成功了啊！这过分了，这个孙越最近没看见他。孙越干嘛去了？孙越出事了。他怎么出什么事？孙越婚变了。哦，婚变啊，跟高小姐的婚事啊，后来来了俩取经人给他弄走了。哎呦，不住高老庄了，是不是啊？啊，于谦也出事了。哦，怎么议论我的呢？没什么，反正就出事儿吧，就挺好。啊，嗯，啊，反正不管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哎，得有点事儿。郭，哦，德纲也出事儿了。啊，哦，那您是？哎，怎么样？啊，哦，是不是心情就好点了？够义气，够义气。哎，郭德纲买一大汽车，哟，3500万买一大汽车，这好车。郭德纲开车掉沟里了。
这么解气呢？痛快不痛快？哎，反正听着挺好。郭德纲开一大汽车，好几千万的汽车掉沟里了。你看看，于老师正挖沟呢。哦，啪啪一下子啊！我车掉沟里，你在沟底下，正拍上，咵！哎呦，咱俩很惨啊！来了好几十个那个医生啊、护士啊，哦，还来二十多个修车的啊！干嘛有修车的？车也烂了呀。对吧、哦、有救人的有救车的，是先把郭德纲救上来。哦，好家伙，这伤势很严重。是啊，给我贴了两个创可贴。轻伤啊，这是。哎呀，然后给把我，你在这儿坐会儿吧。啊，歇会儿吧。哎，坐，给我弄杯水，您坐这儿先看着吧。啊啊，我们得收拾这堆啊。我这堆是这沟里边连车带于老师。哎呀哎呀，分不开了，分不出来呀。 啊连大夫带修车的看。嗯，哪个？这是于老师的吧？啊，哪个呀？修车的看，不，这是车的，这是车的。哎，我这嗨，哦，就混成那样了。哎，所以说咱们得多说相声，让人知道没出事儿。哎，得说相声，观众开心。嗯，而且得多跟于老师说相声。哎，谢谢您吧，真的啊。嗯，我进北京也好多年了。嗯，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好朋友，真的啊。嗯，按相声行业来说，这是我师哥。啊，这么吝的。其实呢，我们这种感情跟亲哥们是一样的，一点都不差呀。我到北京，我十几岁就来了，嗯，真是两眼一摸黑，什么都不懂，谁也不认识啊。谦儿哥带着我，嗯，这儿玩去，那儿玩去，哦，见一见，哎，吃好吃的，嗯，什么老字号。你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进北京城，哪分得清楚？啊，分不清，是吧？就知道哦，北京城天子脚下，啊，皇城根紫禁城，是具体的不了解。嗯，不对，带着我啊，嗯，什么都得要老字号最好，嚯，吃个糖火烧，哪家哪家的好，啊、嗯，哎，酱牛肉谁家的好，哦，啊，谦儿哥就是谦儿哥，哪怕有个不舒服，买药都得跟我走，哦，哎，咱们同仁堂，啊，那是大药铺，这咱哪懂啊，嗯嗯，谦儿哥人家感冒发烧不舒服都得同仁堂那儿买药去，我后边跟着嘛，小兄弟嘛，那是，哎，谦儿哥进同仁堂，啊，拿那个乌鸡白凤丸给我看看，我。你先等一会儿，我感冒了，吃乌鸡白凤丸呢。就是，我不懂，那会儿小嘛，不认字嘛，啊、哎、嗯啊，就说这个意思。哎呀，洗澡去，走，跟我上青花池洗澡去。那是百年老店，青花池啊。对，北京城洗澡得先说青花池，那是最老的了。谦儿哥一指，你看这匾了吗？嗯，这是清朝的匾。对了啊，清朝的匾，青花池。哎，在这儿洗澡是一个身份。哦，这就开始洗。于、哎、老师把衣服脱个一丝不挂，洗澡吗？啊、那个，我还挺害臊。嗨，您也是批评我脱呀？是啊，不是师哥、啊，咱还在马路上呢啊，还没进去呢。我们在这个湖广会馆的门口那儿啊，马路对面呢。对呀、啊，哦，那走，我给他抱着衣裳，哦，衣服鞋都我给他抱着。那我还不穿上？哎，他这都已经都脱了。以旧以旧了，过马路啊，这我就别嘚瑟了啊！哎，这就是这人活得非常有意思，那是别人看上有意思，那是。你包括进了澡堂子啊，谦儿哥也很谨慎。我到那儿谨慎去了，我在外边怎么不谨慎谨慎呢？哪怕是今天啊，就是今天的于谦是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怎么呢？出去洗澡去，谦儿哥啊。嗯，你看，其实那他到了青花池，咱都认识他，是都认识他啊。那样还太不认识了啊。于老师，你看洗澡的每一个人，嗯，干嘛呢？我这就怕人家什么偷拍呀什么的呀。不用看了，早上头条了已经。哎，一看有包间，于老师啪门就打开了。哦，你们几个干嘛呢？嗯，是搓澡的，是便宜你们了。哎，什么叫便宜？我改错误了，干什么的？嗯，啊，这剃头刮脸的，是好自为之。嗯，我也不是劝谁呢。啪，这个你们几个是干嘛的？你们，啊、我们就在这看车的呀。啊，我都又出去了，我看自行车的，我都见着了，我。可爱的谦儿哥呀，对，我走一穿堂合着。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对，瞧出来了，真的、啊、
人这个交往啊，有浅有薄，有深有厚，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俩人这个交情就是亲哥们儿，哎，就是这关系。过去老说有谁跟谁有交情，嗯，交情分多少种，不一样。你看有人哎，我跟他之间我们嗯泛泛之交啊，有这么说的，泛泛之交。怎么讲呢？泛泛、嗯、我们后台有一说相声叫高峰，这跟高峰有什么关系？高峰的师傅叫范振玉。哦，哎，泛泛之交说的就是他们爷儿俩。怎么会是他们爷儿俩呢？高峰从这边来，嗯，范振玉先生从这边来、啊、爷儿俩碰上了，爷儿俩一碰面，嗯，互相打招呼。怎么说呀、啊、高高，嗯，泛泛，哎，嗨啊，这么叫泛泛之交？泛泛之交，哎，哦哦哦，不太好。嗯，还有一种交情叫点头之交，啊，也有。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点头之交，愣说怕您各位不明白。那举例子，什么叫点头之交？是，郭德纲。嗯，比如说，是举个例子啊，您讲吧。假的啊啊。比如说，郭德纲在相声界的人缘不是很好，这是假的。咱洗澡去吧。不，就甭比如了，去打个比方呗，是吧？啊，我走了街上，对过来说相声的了。哦，他就愣住了。嗯，郭德纲来了，是打不打招呼？犹豫了，不打招呼吧，万一他记恨我，以后有演出他不叫我怎么办？哎呦，打招呼吧，让别的说相声看见了，他们要害我怎么办？两边都不成，权衡利弊，走到跟前冲着我是，哎呵。写着恨的，哎，还挺疼这些。哎嗨，这就叫点头之交。哎，这差不了太多。嗯嗯嗯，还有一种那个叫忘年之交，有，这就不错了。忘年之交是就是冲破了年龄的界限，这种交往没有束缚了。比如说，还举例子，于老师64岁，哦，差不多。我60岁，哦，就差4岁，差四岁，对。我60，他64，你凡人吧算。于老师有一个女儿，嗯，貌美如花，哦，好看的都不行了，是，就很爱我。嗯，我说不行，哦，我跟你爸爸是哥们儿，是我跟你母亲关系也很好，所以说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嚯！姑娘说：“这个年龄不是问题，不算什么。”哎呀，我就感动了。是，我们于是就要冲破世俗的偏见，我们找寻真正的爱情。行，不用形容词了。哎哎哎，我跟你说，流氓就是流氓，知道吗？您说这什么呀？忘年交了，这是忘年交吗？您这岳父，喂，去哪儿就拎上了？您这个叫。忘年之交，就大概这么个意思。要说最值钱的什么呀，就得是咱们哥俩这种交情。咱们这叫啊，过命的，这叫患难之交。哦，患难，就同甘共苦。哎，嘿呵，太对了。嗯、是我给您举个例子。哦，这还有个例子。对，您说吧。比如说于谦老师，啊，拿我举例子。对，嗯，于谦老师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哟呵，这多好啊！定位啊，啊，这定位就在这儿了。从小就喜欢相声，哦，于老师，哎呀，什么侯宝林先生、马三立先生、刘宝瑞先生，嗯、哎、嗯，这些个相声的大家，是您都不认识？不，我都不认识，我还相声大家。您是自学成才，这行有自学成才吗？这天赋异禀啊，就学这个。首先说您，您看过露天电影？啊，您看过马戏？是，你看过高跷？嗯，你还参与过跑旱船？这没关系呀、啊，这跟相声。你别着急呀、啊，啊、哦，还有呢，会有关系的。哦，就这些个东西，这些个民间的传统文化，是对您有很多潜移默化的熏陶。我受他们感染，对，您就觉得我要为相声奋斗一生，这是您的童年时代，啊，小孩不懂事儿。后来机会来了，怎么样？北京要成立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相声艺术团，这牌儿够大的。嗯啊、嗯，您觉得属于你的机会来了？
我要考。于老师要去考这个相声艺术团。我有底子吗？我跑汉传吗？啊，报名的时间是那一年的深秋。哦，冷了，这会儿正是寒露时节。啊，那可不是深秋吗？您很忙。我还忙什么呀？我你很忙。怎么忙？因为这个季节那会儿您正是在这个甘肃平凉。我在那儿干什么呢？因为这会儿苹果呀熟了。那我你得帮人家摘苹果。秋收。对。哦，摘完苹果呢，敦煌那儿得跟人一块摘棉花。离着倒不远。嗯，然后去湖南收割晚稻。哎呦，江苏扬州得帮人家采藕，啊，五旦莲池得收玉米跟这个豆子，我这全国的农活都归我了。万幸，怎么？万幸，报名的时候您在石家庄。我在石家庄干嘛呢？白菜正出苗呢。哎呀，您得帮人家除草啊。我全行。突然间听到消息了啊。北京要成立全世界相声总团，跟我有关系。嗯，您得报名去啊！您要为相声死。我也是农活，可能太累了。我这太想不开了，我这把手底下活料理料理，不干了，先通知广西南宁。干嘛？豌豆苗除草，我可不去了。哎呦，这可是大损失。嗯，嗯，直接的打石家庄，嗯，奔北京考试。中国相声总团，我来了。哎，这就干楼了，这个身体、啊嗯。一路上没什么可说的，那是。眼瞅着人就到了北京的边上，到哪儿了？北京大兴的鱼筏。哦，到鱼筏，这就已经进北京了。北京的锦边上，是是是，但是没进城。对，往北再走一点儿啊，就进了北京了。对，就可以报名了。是是是是，但是鱼筏这儿挖沟，挖沟还能堵着我吗？30米宽，哟，700米长啊，5000米深，我让通天河给挡住了我。一会儿沙和尚不得上来，这挖什么沟呢？坐在沟边上，于老师眼泪都下来了，过不去了。看见北京过不去，是是是，往北再走一点，我就能为相声去死。一过沟，我就能摘西瓜去了。那是，我还考什么试啊？嗯，哇哇的哭啊！啊，我怎么办？嗯，这一哭呢，人村长听见了。哟啊，这怎么了？嗯，看见我了。你怎么了？嗯，去北京，我往北再走一点，我就到北京了。那我考相声，我说相声，我为中国相声事业做贡献。是是。现在你们这沟把我拦住了。啊，对。村长说：“哎，您别哭、嗯，我正好要出去办事，你坐我那车吧。”哎呦，好心人呐！啊，我给你捎出去啊，我可送不到地儿啊。反正过了沟捎出去，你自个儿往北再走就行了。能过沟就行。对呀、啊，啊，上车，嗯，这是还是好人多呀。那是这好人。坐车、嗯、走到人家要办事儿地儿，说您下车吧。啊，该下，你只能送到这儿，是只能包您到这儿。嗯，希望您好好说相声。是啊，谢谢、嗯，您就往北自个儿去吧。嗯，人家车走了。嗯，于老师很感谢。对，啊，冲着车鞠躬，啊、谢。那可不是得谢谢人啊！我自个儿奔北去的。嗯，下车这地儿呢，嗯，叫回龙观。又给我拉过了，一直往北走啊！我还往北走呢。终于您就看见五台山了，到山西了。阿弥陀，是我赶着收油麦去了，是怎么的？哎，啊，苍天弄人呢。怎么了？本来都到北京了，竟然又走过去了，就我伤到村长手里了啊！好多事儿，一句两句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后来有人也问过于老师啊，说当初考试那个事儿，您到五台山对您影响大不大？我说什么呀？谦儿哥笑了笑啊，云淡风轻是吧？贫僧，我出家了，我这刺激太大了，我这个
他后来是从五台山又回来，当然啊报名的时间也就过了，那就没赶上呗。于是您就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家了。你先等一会儿，您这话我没听明白。怎么了？考试我都没赶上，是的，怎么成为相声艺术家了？好了，你就成了相声艺术家了啊，可以了，你就没有，你得说原因呢、啊，哪儿我就你有点不懂好歹了啊！我没原因，我哪儿对不对？我干一辈子农活，我就艺术家。我都说你是艺术，你就啊是就完了。你要这么矫情，那好多艺术家那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不要没羞没臊，知道吗？我说你是艺术家，你啊是就完了。哦，就不提这事儿了，是吧？嗯，没法提。啊，没有履历。对对对。哦，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哦，但是也当然会有观众会问他怎么就艺术家呢？对呀、啊，我只能告诉您，他因为他提高了自己的素养。哦，后来我还是有后期学习。哎，我提高什么素养？就是他干了很多好事儿。这都不挨着，您说这相声艺术，这是艺术，怎么跟干好事儿？不，这你首先得提高你的修养嘛。那倒对。是是，你比如说你扶老太太过马路，啊，老太太过马路就您搀着，是过去又回来，过去又回来，过去又回来，换一会儿天就黑了。啊，老太太死我手里了，这个回不回家了？人不，你这能计数啊？那一共送老太太过马路3600回，对吧？哎呀，没有这么多老太太，就可着一个走呗，是吧？哦，拿人砸房子。哎，你还帮助老大爷找儿子？哦，这也是。哎，帮助老大爷找儿子。哦，干过这么个好事，好不好？是吧？怎么？老大爷在那儿坐着呢。啊，他过去了。老大爷是怎么在这儿坐着？啊，您儿子呢？是。儿子上班去了。哦，别难过，以后我就是您儿子了。我疯了我。哎，人老头儿子还下班呢，人家人下班我找谁去呀？你找下一个老头啊。我给人当儿子去了。您儿子，我儿子上夜班去了。别难过，我就是您儿子。这想当爹的不有的是吗？啊，是想当儿子的可就一个呀，对不对啊？啊，哎，这值钱就值在这儿了。啊，对，扶老太太过马路是给老大爷当儿子，是，哎，给渔民打水，不，请你先等一会儿啊，给渔民打水，哎，人守着水呢。那他忙啊，他在船上，啊，他撒网啊，逮鱼，是你给人家端水，给你啊，哦，渔民也得好好滚滚，对吧？我这纯闲的，给渔民打水啊，哎啊，给农民喊加油。这我也没明白，农民种地啊，是地里就一脖子汗干活啊，你站在道边加油加油加油，纯粹浪催的啊，嗯，所以说您由于这些个东西对您来说，您最后您就得到提升，嗯啊，就这么得到提升了。对，都说德艺双馨，嗯，虽说你没有艺，但是你一身的德呀，那管什么呀，那没意义呢，玩是不是什么呀？哎，反正你就是艺术家了啊！就哎呀，你就认倒霉吧，行了，你啊，行，我就承认了。哎，别给脸不要脸，行。呦呦呵，哎，我艺术家了。你是一个73岁的相声艺术家，我这辈子还真好混，扭脸73了，感觉我啊，73岁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嚯，每天下午3点是准时在天津德云社对过那马路边说相声。你先等会儿啊，嗯，天津德云社对面的马路边，那不是站的全是观众朋友？对对对。对，你就愿意站在街上给观众演，哦，站街上演，哎，站街上，哎呦，那个粉丝乐了都不行了，人家也爱看，爱看你啊，真的好，好，这6个观众，哎呦，6个人看我呀，有一个是孕妇还没生，就不打这指标了，就啊，就这几个人乐，哎呀，于老师说的太好了，就爱看于老师啊，其他人都让我说走了，嗯，爱看，高兴，自媒体就来了。哟，拍于老师，还有自媒体，拍完之后发，嗯，哎，看看这是真正的相声，郭德纲，你还要脸吗？哦，拿我骂你，哎，对对对，嗯，烈日下，于老师红扑扑的脸蛋衬托了郭德纲的黑心。就这时候，我就不能跟他们说我这红扑扑脸蛋是晒的了吧？不能提，不能提，哎。
面对真正的艺术家，德云社难道不应该给一点股份吗？凭什么呀这个？哎，你看这替你说话吗？啊，哦，观众又给你扔钱呐，啊，哗楞楞，哗楞楞，全是钢镚啊，有那个整捆的，咣当咣当的，一捆一捆的。哎呀，五千万五千万的给你扔，哎呦我的妈！每一张上面都有玉皇大帝啊，这就给你点火，哎，冥币。于老师拿钱去不？哎，还有给你烧衣裳的。纸人纸马都有，啊，哎，好，就不过死了，很红，很红，那是烧的。人群外边，你就搅和我啊！啊，人群外边进了一位老华侨，可有正经人了啊，哦！于老师，嗯，我太爱你了，于老师。嚯，我喜欢听你的相声啊！我是一个华侨，哦，我在赞比亚。事儿还挺偏，我要介绍一下赞比亚啊，非洲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国家，哦，赞比亚这个地方，第一是出木头，哦，哎，什么紫檀呐，啊，红木啊，这个地方出好木头。第二，它出铜，哦，这有矿，金银铜铁那个铜，嗯嗯，赞比亚的铜占全世界25%，哎呦，保有量不低，我很厉害，它有个铜带，哎，哦，这个地方最爱吃的东西叫恩西玛，什么叫恩西玛？这个东西很厉害，怎么啊？别的国家好像也没有啊。哦，就是有一种农作物叫玉米，玉米你懂吧？熟熟熟熟熟，玉米我才不懂，你这样那是那是那，嗯，那太欺负专业人士了啊！就是玉米成熟之后，它上面不是有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吗？那叫玉米豆，掰下来把它磨成了粉状。哦，然后加水把它煮熟，嗯，这个东西叫恩西玛，哦，这叫恩西玛。对，我们这叫棒子面粥，这什么恩西玛呀？这你上网搜啊，啊，赞比亚最爱吃就是恩西玛，就是这棒子面粥。第六啊，人家这个老华侨说，请您到赞比亚去演出。哎呦啊，到那儿之后我们会以国宾款待您，这么高的待遇，那，啊，您要到赞比亚还了得啊？对不对？戴着那个木头手串，戴个铜草帽啊，扎着盆里边喝恩西玛。好家伙，你瞧我什么德行啊？这是一说就成了，那是没有不成的。择良辰选吉日，于老师决定啊，要离开天津德云社门前哦，啊，准备到赞比亚去演出啊，那也大型演出了，那还了得呀？是啊，先准备东西吧啊，哎，咸鸭蛋、榨菜、泡面，这都我带这玩意儿干嘛呀？你看看，人上了岁数，要吃点顺口的。我吃这顺口啊！你这东西就恩西玛那绝配。你瞧，我想的还挺周到，绝配。收拾好了之后，选一好日子，嗯，于老师就奔六里桥长途汽车站。我都没听说过，怎么着？上赞比亚坐长途车去啊？长途车肯定是不到，肯定不到啊，因为机票贵。你飞到那儿得多少钱，哦？那怎么办？所以说，准备走水路，哦，坐船。通过印度洋就能到非洲，哎，这倒是省钱的吧，是聪明人呐，是聪明人，嗯，到天津港，嗯，到天津港是找这船，嗯啊，但是一问船票也不便宜，也贵啊。老艺术家一想，我不能花那个钱呢，嗯，哎，想一主意，哦，找根绳子，那头拴在船上，嗯，这头拴在腰上，把自个儿泡在海里边，你开船就得带着我。哎，这还甩不下我，你看看，哎，嗯嗯，拴，嗯，好了绳子，嗯，带好了东西系在腰上，在水里边泡着，等着开船，吊着这绳子，啊，这船好，新船，刚下水，而且是刚来呀，啊，哦，需要检修，一个月之后才发船。我是不是跳里早了？在水里泡着，于老师还想起一件事来，什么呀？哎呀，我有点糊涂了。嗯，怎么糊涂了？我不应该去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为什么呢？我每天在天津德云社门口演呢，那上天津港不是更近吗？哎，对，我也是吃拧着了啊！三十天他们就会起航，嗯，很快，熬着呗，等着呗，嗯，等着，等到第三十天哦，我来了，您三十天才来啊？你看看。戏都演一半了，我再不出场不像话啊！对了，对吧，嗯？我也是有点小的工作需要到码头上去。哦，您到码头上干嘛？我买了一艘游轮。你先等一会儿。哎，先等一会儿。嗯嗯，我这泡在海里头，嗯，
去趟吃趟恩西马都好活了。嗯嗯，您买一游轮呐？啊，就是15层高的那种游轮。游15层高的游轮、啊？是是是是啊。那您买游轮啊？我得买游轮啊啊！我不是一个人来的，我带着我儿子上码头上去，带着那个郭麒麟他弟弟郭汾阳。哦，带着那个小的。哎，我带着，我跟人家正谈这个游轮事儿。嗯，这事儿就怨郭老二。怎么呢？小啊，是孩子想撒尿。哦，也不跟大人说一声，问个洗手间没有？嗯，他觉得海边随便尿呗，本身就随便尿。小孩站在岸边，嗯，哗尿，是那底下还有人呢。于老师正对吧？啊。我得暗示他，嗯，哎，啊，哥，行了，嘟，这就一口，嗯，啊，孩子吓坏了，是，海怪，喊什么海怪？一喊我赶紧，我怎么了？啊，哎呀，啊，谦儿哥，这刚认出来，你好。我还挺镇定，不是，哎呦，师哥，您怎么，哎，您怎么最近没上德云社门口骂街去了？啊，没工夫，我洗海澡呢。快快快，捞上来，捞上来，赶紧让我上来吧！拽您腰里那绳子，啊，给于老蹬上，是腿都泡敷弄了。你想30天啊，这两条大白腿，嗨，别说这个了，怎么回事？啊，您说说。嗯，他这才看见亲人了。哦，如何如何，怎样怎样，我要出国，我没舍得买机票。哦，我眼泪都下来了，难过。师哥，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怎么呢？说一声，去，赶紧去。嗯，给于老师买机票，要头等舱。你给我买机票，我能忍心吗？头等舱，头等舱，快快送于老师去。哎呀，眼泪在这儿横着难受。你瞧，哥们儿吗？于老师高兴啊，是。攥着机票，嗯，坐在飞机上，是头等舱，嗯，飞机够奔坦桑尼亚。喂，你等会儿啊，不是赞比亚吗？怎么上坦桑尼亚了？他没跟我说实话，怎么？他怕说出来实话，我上那儿去怎么办？怎么着？恩西玛不够分的是怎么着？上那儿去一块儿去，怕什么呢？那完了，你看这一看你就不是专业的说相声的了。怎么呢？你还是有票友心态是吧？啊，您说专业说相声不会告诉别人我要干嘛去。哎，哦哦，呛了我的行市怎么办呢？不能说是好在那儿离着不远，这俩地儿接壤，是不远。哎，于老师坐在飞机上，哎，我到坦桑尼亚再说。哦，郭德纲上我当了，是吧？给我买了头等舱。嗯，对，也怨我。为什么？我应该说俩人去干嘛呀？让他再买一张，我就可以把那张退了。什么人性啊！我这是，那也不行啊！我还准备找自媒体骂他。哎呦，我就说他那天上码头接游轮，带着儿子，带着小儿子，没带郭麒麟，是可见他偏心眼儿。嗯，我这点人性吧，你哎，反正一道琢磨吧。啊啊啊！飞机降落了，哦，坦桑尼亚，到那儿了。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景观就是动物大迁徙啊。哦，角马呀什么的，哟嚯，角马、狮子啊啊，邓羚是是，长脖鹿哦。于老师一落地，好家伙，嗯，一望无边都是动物，哎呀，所有动物都准备迁徙呢，都跑呢。一回头，嗯，这什么意思？这不这艺术家吗？他这么大腕儿呢，我那连动物都认识我。对，主要是动物认识你啊。哦哦。动物这个玩意儿最灵啊！是啊，拿鼻子一闻，哎，这个人可没有人味儿啊！是啊，追他啊！就动物追我，哎呦，一望无边，动物就追于老师，于老师就跑，哈，是得跑，跑，跑，跑！哎，打坦桑尼亚愣追到赞比亚了，合着我是迁徙过去的，来到这儿啊！你看，无巧不成书，怎么正好来到这儿是接您演出的那个部落。这就碰上了，哎，人家酋长啊，带着村民们，人家正祈祷呢。祈祷什么呀？今年玉米大丰收，没少产。那是人家正准备搞一个恩西马庆祝大会，
说的挺洋气。嗯，这会儿酋长带着村民们正这个给玉米神唱歌呢。嚯、哦，还唱歌？玉米神呢？啊。唱一儿的肩上肩，柳叶儿哎满了天。恩喜吗？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对，熬棒子面粥里边还搁点桃儿。于老师来了，哦哦，老艺术家开始演出，是啊，开始演出。尊敬的酋长、哦，尊敬的各位村民，大家好，是，我是来自天津德云社马路对过的相声艺术家，我叫于谦。别提德云社，在过去这年，大家都很辛苦。老话说得好，嗯，哎，这个守业难，创业更难。希望大家在酋长的带领下，我们迈向辉煌啊！哇、哦。说完了，村民们看看，是这是什么呀？这是、啊哎、嗨，人家都听不懂。您这个艺术连非洲土著都骗不了了，得那露馅了啊！酋长一挥手，捆上他啊，就骗人来了。那是捆上您很方便，是因为您腰里边有一根绳子，我上岸就没解，合着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上啊？哎呦，哎，拿绳子给您捆好了啊，给您身上抹好多的玉米面啊，干嘛呀？准备拿您祭神。哎呦，可开了荤了、哎！拿您做肉汤的恩西玛，嗯，哎，对，可见着肉了。那是来个锅，给您搁里边放上水，底下点柴火，是大伙跟这烧。哎呦，消息传来，最着急的就是我。您是我朋友啊？那可不呗 啊！我们这个交情大家是知道的。是是，他64岁，我60岁，他的女儿貌美如花。说的不是这段的，不是这个。说的不是这段 啊！那没事啊，我以为要救我岳父去了啊！啊不，患难之交，我得救他呀！啊，我得管他呀！对呀，什么叫生死？哪个叫患难？说的就是这个，就说是准备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射棒鞭锏锤爪拐子流星，哎呦，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齿钩的带峨眉刺的全了，各种兵器全都有啊！什么单刀、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青龙偃月刀、哎、崩铜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御剑刀、御林大刀、行刑刀、河西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金梁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雀大环刀，了不得了。哎呀，捆在一块儿，我就很感慨。怎么绳子短？要是把谦儿哥腰间的绳子留下就好了。别提这个了，这一大捆兵器搁了肩膀上，走啊，奔机场救我去。到那儿说，空姐说：“先生，对不起，这个东西不能上飞机。啊”哦，好，再见。哎，正经一句都没有，这是你们编好了的。这是人家不让上飞机呀！啊，哦，回家之后眼泪哗哗的啊，你说怎么办？我最爱的师哥。他现在那出事了，是要做肉汤恩熙吗？ 啊！你说我要再耽误3天，还来得及吗？来不及，我就熟了。不行，啊，那我也得救他。是，不管了，不顾了，不顾了，不管了，管不了了，救不了了。啊，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哟，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嗯，唱起那动人的歌谣啊！我有这功夫，我已经熟了。啊、好、啊，我要救于谦，就赶紧去掏手机，啊、告诉酋长，是把人放了吧？嗯、啊，完了。您跟酋长编好了套吧？这是上机场接于老师回来，哇、哦，真回来了！哎呀，大排宴宴哦，摆一桌子山珍海味，是做好了，给您接风掸尘，顺便压惊。好，端起杯来，谦儿哥，我敬您。哎，于老师端着杯呀、啊，流着眼泪说了句话，没把我气死。我说什么呢？我想喝恩西玛，不上瘾了。我早看出来了，嗯嗯。嗨、哎，刚才是高峰高老师啊、嗯，高老师说得好，这个板儿当当当当当，这是功夫，一叫上劲可不容易、嗯，话筒都湿了，你看看，嗨，至于不至于？哎呦，这不必到那儿，这太没功夫了，这挺好啊。说相声就是嘴里得有劲，嗯、是非常的重要。嗯，于老师就行，我于老师嘴有劲。我这有功夫，哼，他这个嘴又劲是分两种，嗯，一种是台上，哦，你看于老在台上说话，噔噔噔噔噔噔噔，嗯，尺寸劲头，一看就是从小下过功夫，练过。那会儿老先生在后台就夸于谦嘛，是吗？太好了，哦，他这个嘴上过大粪的，这什么乱七八糟、啊？什么叫上大粪呢？劲儿大呀，嗯，有这么说话的？其实台下于老师也有嘴劲，怎么叫有嘴劲呢？我们这行说，哟，这人嘴有劲呐！啊，就说说话，能说吗？您要说什么呢？说话不能吃亏。
哦，这叫随有见。我亲眼得见啊啊！有那个闲人走到于老跟前儿，嗯，你好，傻子。讨厌不讨厌？闲人到哪儿都有啊，叫别人就打起来了。是，啪，叮咣五四打起来了。嗯，这我们都傻了，就看于老师啊，看怎么回应。于老师，你风度翩翩是吗？哎，又有文化，又有素质，还不吃亏。嗯、说出来是？哎呀，人家你好，傻子。嗯。于老师恶狠狠地看着对方，是吧？你好，哎，我认了，这是没吃亏吗？这个，这吃到肚子里去了。这个好，佩服于老师啊！我这不必佩服了，真好。这我跟于老师，我们这个在舞台上、舞台下，咱实话实说，嗯，分不开这交情，哎，是搭档嘛，交情好。有几天看不见他，我真是想他，啊，一样，真的啊，我就哎呀，谦儿哥干嘛去了？嗯，啊，叫他来一块坐会儿。啊，见个面教训、嗯、但是我是不敢上您家去。真的吗？嗨、嗯、怕人说闲话。哦，还真有这人。哎呀，现在有的时候我一上网，我哎呀我都不敢看。嗯，有那个个别的自媒体说的话我真不爱听。他们都说什么呀？就是尤其涉及到嫂夫人的时候，我啊，我接受不了。真的不能听。那是咱们之间纯洁的友谊，是玉洁冰清、哦、你要让他们嘴里说，我有了臊的我不如。你看你看一看这个啊，郭德纲与谦嫂，嗯，疑似关系密切。哦，疑似不爱听疑似，合着我这些年白忙活了。哎，去忙活什么呀，疑似啊、嗯、这个写的啊，这郭德纲跟谦嫂好像很般配，把我气的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我看了一天啊。喜欢看是吗？不是，你们怎么能这么写东西啊？你们这样写东西，你们对得起于老师在天之灵吗？我死了。不是，你们不能，谦嫂那是多好的人呢、啊、现在弄得在后台要看见谦嫂扭头就跑，不敢见。你看你们净瞎说，弄得我不合适。一在后台我一看，哟嚯，于谦的媳妇来了、嗯，我赶紧躲，不见面。我一躲，他喊我，你给我站住！哦，你上哪儿去？台上胡说八道，让人逮着话把了啊！嗯，你乐呵完了，你管我们了吗？啊，嗯。哟，嫂子，对不起，对他们瞎说的，我们没有。是，你下回改不改？嗯，改。嗯，这还差不多。嗯，这天可变了啊！啊，穿秋裤了吗？怎么？谁变了？嫂子，我穿了。嗯，你少来这套，你准没穿。哦，穿了吗？不，你别动手，干嘛呀？你们家就说嫂子是一个很疼人的。是啊，你看有句老话吗、嗯、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啊。这倒是，这种关系在这儿不能胡思乱想，不像话。那肯定的，我在我心目中，你要说爱情俩字，先想的就是谦哥谦嫂啊、哦、我们两口子。你们不了解谦哥呀？啊，谦哥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外号叫情圣。我哎，这模儿情圣啊。哎呀啊，情圣啊。怎么情圣？十六七岁的时候谦哥能说啊。您一直也没停啊、哎、要征求当事人啊。啊，你没关系，反正十七八岁，嗯，十六七差不多那会儿吧。是我印象中我就崇拜他不行了。怎么呢？谦哥同时暗恋了30多个女孩。就算这么个情商啊，那了得起吗？30多个，别人暗恋一个两个，他暗恋30来个，都是暗恋啊。后来我也跟他说，我说哥，嗯，你得下手啊。啊，他说我也是犹豫，你看这一堆照片，女孩照片，还都有照片，哪个行哪个不行、嗯、我帮你。你帮我干嘛？帮你分析啊，这堆啊。哦，哪行哪不行，对吧、啊、这个这仨肯定不行。这仨为什么？这仨是男的。那就别费劲了，那就男的，我跟这费什么劲呢？大老爷们，你看这络腮胡子是吧？啊，这个也不行。这个呢？这是你舅妈呀。拿错了，可能是。这是高峰的姨。这也不行。哎呀，这个孙悦的姥姥。嗯，呵，啊，好，这不行，这个太显老了。那能多老啊？这，哎呀，这姑娘简直就是个女老头。这什么模样啊？这得是。就不行，这胡子比我还重，这不行不行不行啊！哦，哎，你看这个了吗？嗯，气质、年龄、相貌，没有挑，都好。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肯定是不成。
这怎么不成啊？因为你拍这照片的时候我在跟前儿啊，这就是前些日子扫墓的时候你拍的人家墓碑上那个。哎，我看一死鬼合着是。这个不行啊，不行，挑吧，挑来挑去，挑到最后哦，有一个女孩，挑着一个，谦儿哥很爱啊，我喜欢这个。这姑娘叫李逵哦，姑娘叫李逵，这个葵花的葵，什么葵？她也是长胡子的那个呀，葵花的葵，哎。啊，小名叫铁牛，还是李逵呀、啊？这个，哎呦，可爱呀、啊！啊，漂亮，气质也好啊。是吗？我就说，我你去说、哦，你说了人家不同意，也就算拉倒，死心了啊！你这老吊着难受、啊。我跟人表白呀、啊。对呀、啊，谦儿哥去了，嗯、啊，葵葵，还挺嫩。葵葵你好，嗯啊，姑娘回头看看他，是你这鸟人，还是李逵，还是李逵这口风啊？不是你啊，你怎么鸟人呢？你这鸟人啊，没有这话。那个我想请你看个电影。好。爷爷不会去，还是长辈儿啊，自个儿看电影他不会啊。我明天想请你吃个晚饭。哦，明天不饿。不愿意啊，明天不饿，今儿就知道了啊。咱们一起去散个步吧。好。散你个鸟步，爷爷一斧子劈了你！我这，要不我就撤得了。我这，我还追什么人家？所以这个回来之后，我说你来看，最起码有这么一个过程，你也死心了啊。那人不同意，要不老吊着心里难受。对，这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对，我再看看张飞的。这后来跟嫂夫人走到一块儿，你看俩人很般配，很完美。我媳妇儿，哎呀，很好。我们两口子是不错呀。你们是不知道谦儿哥跟谦儿嫂这个感情真的很童话。哎呦，还童话。一切都是由于谦儿哥的肠胃不好引起来的。这怎么那么传奇啊？你看谦儿哥爱吃凉的啊，是痛快。打小爱吃冰棍儿。对哦，我那会儿就说的，我说你吃这么些冰棍儿哪行呢？爱吃，胃坏了。我们小的时候老太太推车卖冰棍儿呢。对呀、啊、奶油的，什么巧克力的，小豆的，小豆的，对，他还问人家奶奶有小豆的吗？啊，有孩子啊，嗯、啊，红小豆的是不要，我要绿豆的。有老太太纳闷，为什么呀？是红豆配相思，嗯，绿豆配王八，这是什么字？我来绿豆的。你瞧我挑这东西。老太太说：“你尝尝红豆挺好。”对了，给，嗯，他一张嘴，吭一下子啊，连老太太戒指都缩了下去了。好家伙，口太大了我啊。就爱吃凉的，一气吃好些个啊！爱喝爱吃这个，还爱喝蝌蚪啊！这传说那是大凉，得50岁往上的人，你想一想，嗯，天津、北京各处过去胡同口摆个摊，弄一盆卖蝌蚪、啊，对，拿小碗多少钱这一碗？嗯，拿过来就喝，是蝌蚪喝下去大凉，就这么说啊！现在这不可能的事了，嗯，那会儿有这个，对，那叫偏方，爱喝这个，哎，好好喝，嗯，喝了一盆，端起来，蹲。全喝了，喝完摇晃着脑袋，我找妈妈去了。嗨、啊，好嘛，我这是有点童话的，我这是、嗯、啊，这人真是特别可爱啊啊！他这个肠胃跟他这个吃东西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你包括他有时候闹肚子，他都是因为这。是他爸剩的饭他吃，哦，他妈剩的他吃。你家这地位，他姐剩了他吃，哦，他弟弟剩他吃，全我吃。我那会儿就说，我说你们家没个狗吗？啊，就是。他也愣了啊。哦，狗剩了也我吃。好家伙，我吃习惯了是怎么着？我这，我说你混蛋的啊，喂狗啊？对呀、啊。那我吃什么？哎，好嘛，我吃的狗食合着。你说，他就认为他这是节俭。我是啊，他这是节，他确实很节俭，是吗？他那个裤衩破的都一条一条的了，嗯，舍不得扔。干嘛？绑个棍儿擦地。好家伙，这得攒多少裤衩啊？啊。就是这么一个主儿，嗯，认识嫂子那天，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一个 party， 哦，还有个 party， 去参加一个 party， 哦，他的同学们搞了一个折罗趴，嗯，你先等会儿，我这没听明白，什么趴？折罗趴，折罗趴，大伙儿忆苦思甜，哦，同学们每人从家带一个剩菜啊。剩菜搁了一块叫折罗呀，对呀、啊，对吧？哎、啊，但是你说我炒一个菜端去不行，
必须是全家人剩的那个啊，拿筷子扒拉完了剩那菜底儿那个折罗，嗯、啊，全班40多同学每人带一个底儿啊，但是于谦不用带。我为什么不用带呀、啊？你负责吃，就给我一人的。哎，折罗就折罗，就别扒了，哎、折罗扒啊。定的是中午12点见面，那吃中午饭。上午10点半，于老师还没有起床。哟，怎么那么晚啊？老太太喊他起来吧。啊，太阳晒屁股了。你瞧瞧，谦儿赶紧起来，起来吧，屁股上抹点防晒霜啊。啊，真是晒呀、啊！我就那儿怕晒是吗？我又躺了一会儿。我起来好不好啊？11点起来，收拾好了，大家出去参加折罗趴。啊，对，吃折罗去了。哎。嗯，出来往外一溜达，走了没几步，突然间发现我们未来的嫂夫人了。哦，这就看见我媳妇儿了。哎呀，那女孩就站在那儿，那会儿你还不认识她呢。啊，这见第一面、哎。以后是嫂子，当时还不是，就站着。那会儿就算是个姑娘吧。啊，什么叫就算是姑娘啊？就是姑娘。就是个姑子，就是个姑子。啊、什么？姑娘。是个姑娘，姑娘。好好说话不会吗？在那儿站着，哎呀，啊、漂亮。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嗯、杨柳细腰，赛笔管，说话燕语莺声，手持两把大斧。哎，还是李逵呀、啊？这个离不开李逵了。我没有没有这个啊啊！于老就愣住了，嗯、这么愣啊？啊，这个两个人之间这种感情，这个电流啊，当过了电了。这一过电，嗯，肚子就拧了一下。我垫着肚子了，你想想，好家伙，天天吃剩菜，啊，嗦了冰棍啊，是喝蛤蟆秧子啊，这一激动，嗯，那是不激动也得闹了，愣住了，再回家上厕所来不及，那是别处上厕所又没有，是强作镇静，不让人看着，这甭镇定了，已经走不动道了，这就看出来于老师这个身份了。怎么？哎，《史记》上有句话啊、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什么意思？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哦，不让人看着，这都不行了啊！但是还往前蹭。哎，哦，这女孩就愣了。是，人站那儿，你这样到跟前儿，嗯，姑娘你好，嗯嗯。相逢既是有缘，还拽呢。虽然素昧平生，但是能在这么一个奇妙的场合见着，岂不是苍天赐给我的机会？呵，姑娘，嗯，人有三急，嗯，茅房急、厕所急、洗手间急，都急到一块儿去了。遇见你，老天爷对我的恩赐是。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您说能不能借您家的洗手间，我拉个稀呀？哎，好嘛。前面都白费劲了，姑娘乐了。是说相声的于谦，你瞧看出来了。我听过你的演出，特别好。是 是啊，有方便跟您留个电话吗？完事儿再说吧。啊，谦哥乐了。13700，不行了啊，赶紧吧。俩人互相换个电话。嗯，姑娘说我家就住这儿。哦，您要不嫌弃，您到这儿来方便一下吧。不嫌弃啊。嗯，跟着姑娘走到人家、嗯、啊。姑娘开开那个洗手间的门，是干嘛、啊、哎呦，坏了，声控的灯坏了，还声控，对不起于老师、嗯、没有灯，不要紧，都有手机 啊对，于老师打个手机那光照着、嗯、把门关好进去，是坐在马桶上，是好家伙，哎呦，就这一声啊，灯就亮了、哎哎呀，我把声控给治好了，嗯、好家伙，哎，就顶得上这个啊！好家伙，哎，2米来长一大水晶灯，好家伙，400多个灯泡啊，特别亮，照着于老师，啊，于老师在这坐着，没拉过这么亮的屎。有电了就能端详端详这个洗手间，哎，看看什么布置吧。这个厕所呀、嗯、四面玻璃墙，厕所弄四面玻璃墙，透明的厕所，盖上是一个大灯，底下是一个马桶，哎呦，就看着姑娘坐在墙外边看着你，
这姑娘可能是拿这卖票呢吧，她姑娘拿手机，于老师认识您很高兴啊，跟我聊天。谦哥也回一个幸会，谢谢你的厕所，是我喜欢看您的相声，有时间请你看现场。不用，现在就进来聊得了，干嘛隔着玻璃还在这儿聊啊？打厕所出来于老师有点尴尬，真的不好意思啊，别客气了。姑娘说这个没事，我也很荣幸。是吗？头一回看沉浸式的拉屎。哎，对，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契机哦，两个人认识并且就走到一起来了。你看看，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好话多好，俩人啊，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是这种爱情，说实在是谁也打不破的，不容易。真的啊，他也疼媳妇儿，媳妇儿也疼他。那是我们患难的。那你知道嫂子疼他疼的，哎呀，我得给于谦做点什么呀？啊，于谦喜欢什么？哎呦，哦，于谦喜欢吃凉粉儿。嗯，我要给于谦做凉粉儿。嚯！买那豌豆粉，嗯，拿水卸开了，是，然后那个锅做热水，啊，再把这倒里边，再和上完了，嗯，这东西凝固之后不就能切好了，搁黄瓜丝儿，搁什么了？就是凉粉吗？弄完之后，哟，不凝固，哟，嫂子眼泪下来了，啊，我是个废物，对不起于谦，我弄这一锅不凝固，没做好，倒到马桶里边了，嗯，扔了，再做一锅，嗯，还是不凝固，嗯。又到了，又来一锅，还是不凝固，嗯，泼着马桶坐着哇哇哭啊，难受啊，我不要活了，哎呀，我对不起于谦，我对不起我老公，我对不起他，不至于。谦给我打电话，嗯，这你嫂子哭得不行了，是这个这弄点豌豆粉，他给我做凉粉也不怎么，你红不好了啊。我说我去吧，我去吧，啊，我来了。我说怎么了嫂子啊？不是我对不起，对不起谦哥，我给他做凉粉都做不好，我太废了。还没事儿，嗯，怎么那凉粉呢？我泼那马桶了，嗯，我赶紧看看去吧，嗯，这不凝固了吗？跟那儿凝固了，管什么呀？谦问我怎么办？拿个盆来，啊，来盆吧，小米辣，啊，葱末、黄瓜丝儿、醋、盐、糖。香油佐料这么全管什么用啊？调匀了啊，倒到马桶里边，啊，把勺递给于老师，看你的了，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了，我也不能这么吃啊。那错不了啊，真吃啊，吃吧，你看吃完了，嫂子也乐了啊，好，我还想给你做凉粉儿，我就不想吃了。谦说明天吧，今儿一天吃不了这么些个啊。对，我走了，他两口子，郭德纲是好人。哎呦，我们俩怎么想的？你这玩意儿，你说要没有德纲，咱俩今天这个架得吵起来，嗯，我得多难受啊。嗯，于谦，我命令你，无论到哪儿去，你要照顾德纲。哦，让我照顾你。哎，各位，这句话。真是我就感动了都不行了，这我们应该这样。谦哥也是说到做到啊，尤其出门演出，谦哥对我的关照无微不至，应该的。演完了后台一换衣裳，嗯，一回酒店啊，于谦先奔我那屋，哦，脱下来那衣裳给我，我给你洗去。啊，咱怎么忍心，就是比我大给我洗衣裳不行啊。所以我一进门我就是什么不管背心乱七八糟的，哎，就是前台洗衣裳您拿走洗去。哦，哎，他有的时候保不齐，比如袜子落下了，啊，他可得意了。这袜子我给你洗。是，我说不行，哥哥，好家伙，您比我大，您得伺候我呢，不像话了。哦哦哦，就抢我这袜子，还抢？我你给我，哗，他就塞嘴里了。我把袜子塞嘴里了。你说，哎呀，哥哥呀，我说什么呀？啊，对不对？洗袜子，洗袜子，洗裤衩啊，洗裤衩，哎呀，抢跟抢。再后来，我说我得藏起来，我一藏起来，他找前台。找前台，找服务员，开开郭德纲那门，嗯，我得看看他的袜子裤衩在哪儿了，我找，咔咔，哎呀，高兴，回去就洗，洗完了，熨好了，弄平整，给我送回来。你看我这是怎么玩说的？你看这吗？啊，就疼人。当然有的时候，比如拿走三条裤衩，洗完之后他忘了，啊，哎，送回来两条，哦，有一条他没送回来，忘了，他拿家去了，对吧？拿家，要的时候他把看错了，这我的，他穿上了。弄回家了，嗯，到家一换衣裳，他媳妇儿乐了，嗯，你怎么穿郭德纲裤衩啊？哎，去你
后来啊，这个、嗯、就行，没后来了，这事儿还有什么后来呀、啊？一说一乐，哎，这个很多事情你们不要以为这都是真的啊，那就玩笑，这都是啊，好多都是，比如说生活中有60%是真的，我把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全是编的、嗯、啊。真也罢假也罢、嗯、啊，说说自己人，开个玩笑，听相声来，您大伙儿一开心比什么都强。是为什么说观众啊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呢？嗯，指着您这钱养家糊口呢。对啊，您给我饭吃，我给您快乐就很好了。嗯，对吧，你说听个相声你还老憋着坏人，那就没有意思了啊。今儿来这演出的各位呢，您都认识，包括高峰在后台，我刚才看他我就有点感慨。怎么又感慨了呢？老高也看着见老，是啊，老高当时来的时候，那哟，那跟小灵狗似的那个样儿、啊。这什么词儿啊？这现在一晃，他们都那样了啊！不是小灵狗啊，老高，嗯、啊，老高来来，嘿，来了，来。我就是小灵狗。啊，这俩人是我的仇人。怎么仇人呢？说相声打小一块长大的。对，打小他俩人就好，关系不错。嗯、他俩好的不能再好了、嗯，都是好朋友。真的，但是他俩好就那会儿打小排挤我。谁说的？我印象排挤人。你看，你看，你都忘了。他们小时候有一回我印象很深，就吃泡泡糖的时候没把我气死。啊，就嚼的那个、嗯。现在说吃个口香糖，吃个什么？啊，我们小时候那叫泡泡糖，对，能吹泡。能吹泡，这么小块长方，大大粉不筋儿的吧？没错，嚼了嘴里，就吹泡。啊，是啊，也不怎么个没法。现在也有啊。那会儿我记得是签儿拿来，拿两块。嗯，哎，我纳闷啊，给我一块不给。你瞧，啊，自个儿嚼。是给高峰一块，我们分他。高峰，俩我在那看着。嗯，孩子多可怜呢啊，也想吃，看俩不给，没有了。签儿高兴，这个能吹泡。是、哦，哎，俺咽了，咽了啊！哟、啊，这怎么办呢？啊，就是啊，高峰吓坏了，这个咽了会死人的呀，那不能咽呢！啊，你不能这么早就死！嗯、啊、嗯，我跟你是好朋友，对，我陪着你。哎呦，这好，我这是自杀，我这是。他也咽了，哎呀！我一看那没有意思，一会儿俩人都死这儿，我怎么办哈、啊？就是啊，我说我先走了，明天参加你们的葬礼。哎，多狠的心呢！我回家了，嗯、这哥俩一人弄一小板凳，呵，坐在这儿、嗯、等死呢。我们就是等死呗，啊，对，等着呗。那玩意儿等着等着，于谦就困了。哦，哎，嗯，高峰眼泪都下来了，你不能睡着啊！是你睡着你就死了。哎呦，真是、哦，那怎么办呢？咱俩人对着抽嘴巴啊啊！啊有这么提神的吗？俩人打了一宿，好，倒是没困。哎呦，把我给委屈的呀！哎呦，你还委屈啊？俩人天天害我。嗯，要不然一见着我，七加六等于多少？哦，出道题，七加六等于13，乘以36924多少？啊？那我哪算得上来呀、啊？就是、嗯、不知道，罚你。这怎么罚？喝凉水。哦，就这俩缺德了，咱家喝汤那碗啊，喝一大碗凉白开，喝吧。我这儿蹲蹲蹲蹲蹲喝灌大肚，俩人又出，好，就类似这个题，连出10道。哎呀，我喝得够一桶水。好家伙，俩人乐，高兴，出去玩去喽。哼，我这好一肚子水，一走到这儿咣啷咣当啊，啊，在后边还跟着人家，傻呵呵的。这俩人上院里，高兴高兴，我就在这看着。嗯，冬天呢，北方冬天多冷。就是，这俩人站大铁门那儿，谦儿，你敢舔铁门吗？哎啊。谦儿说：“这个有什么？你看我的，一伸舌头，哎，怎么样？粘上？粘上？那又不粘上了？哎，粘上了，这还不信呢？嗯，不能吧？我也试试，哎，也粘上了。俩小孩都粘那儿了，那都粘一个还试试？我吓坏了。嗯，怎么了？怎么俩？你们俩怎么了？就是，快快快，救我们俩！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救他们！我赶紧拿个盆吧，奔自来水那儿。嗯，我们街坊有一个姚大爷。”别提姚大爷了，行吗？这又来了、嗯，有一大爷，你干嘛去？嗯，我他俩舌头粘铁门，我打点凉水泼一下，混蛋呢！嗯，泼凉水那玩意儿哪救得了他们俩？怎么？得用温水。哦，这有道理。温水呀、啊！说您这捂肚子是什么意思？后来我救了他们两个人。好嘛！我就说我们家有一玻璃厕所，要不你那儿得了。我说的一说话还犯味儿呢。哎呀，
小的时候我经常委屈啊。哎呀，您甭提那委屈了，好家伙！所以现如今一回头啊，嗯，都这个岁数了，真不少年啊。这个高峰相声说得好，哎呦，您夸奖他师父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对他师父这个是一个相声爱好者，哎啊，这哎，老前辈爱好者。爱好好多年了吧？艺术家，相声艺术家范山玉先生。山玉啊，这名儿像艺术家吗？卖什么？范振玉先生。范振玉先生啊、哎、啊，然后也去世了。哎，去世不少年了啊。对呀、啊，但是呢，留下了您这条后根。嗯，后根、啊、后根，这叫什么？难受呢。徒弟留下您这个徒弟，我觉得继承他人家的遗志，这是应该的，非常的好啊。嗯，看见后台演员们都长起来了，我跟谦儿哥是很欣慰的。是，这一晃啊，把他们都叫上，咱们聊会儿吧，好吗？哎，太好了。好嗯、哎、嗯，来，我们来依次的得介绍一下啊。嗯，来，都出来吧。嗯，都出来。打这边开始啊，头一位。我们的总教习高峰高老板，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谢谢大家。这是我徒弟郭霄汉、嗯、我徒弟尚九锡、嗯、我徒弟高九成、嗯、张狗南。主持人是我师弟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少侯爷侯震。到这个环节一般都是表演个小节目了啊，你们想看谁的呀？九成啊，来九成，高九成快来。那、哎、我喜欢你的观众哈、啊、谢谢谢、啊、给大伙演个什么呀？嗯，唱一个吧。好啊，唱一个什么？唱一个竹板书吧。好，来吧，竹板书。嗯，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救，路有难来这个狼躲藏，建设乌鸦腾空起，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路去寻找灵芝草，找来了不要它治狼伤，狼养三天病治好，回头就把这个路来伤，君子好比梅花鹿，小人就是这个白眼狼，劝君交友须谨慎，狼心狗肺他不久长。好，好，这是今天晚上高九成唱的第二遍这个竹板书了，因为在后台刚才给我唱了一遍啊、嗯、师傅这儿对某个对很好，唱去吧啊，不错极了、嗯、对，来郭霄汉，来快来。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表演一个节目哈，你来个什么？我没什么别的才艺。好，回去吧。哎呀，不像话啊！来，唱两句流行歌吧。可以啊，流行歌我们就啊，他们都不会，你来一个。哎，那个也是一个老歌啊，学一些个味儿啊。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谢谢。这歌好不年轻了啊。哎，挺有味儿。那是啊、嗯嗯、那谁快来，那个九七来。九七是我们这儿很有特点的一个孩子，他画画吧，没事没事，说完了。好，我说完了。啊，二人转交换生啊，他会各国的外国话啊，当然转还会画画啊，能力不错。嗯，来吧，唱二人转啊。哦，唱二人转啊。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初三四儿啊，社里边放连假，咱们两个去闯门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张九南该你了。互动性很强啊，来张九南快来。哎，快来那个，哎，谢谢谢谢谢谢。嗯，先祝师傅跟大爷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呦呦，好家伙！啊，行了，就算表演完了吧，好吧。
我觉得他们都唱，我唱的不太好。你还唱多不好啊？哎，我这最近练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小返场。我的天哪！给大伙展示一下啊！哎，那个开始，嗯，玩儿吧。声情并茂啊，声情并茂啊！要再来一支吗？啊，看就来回来打狗队的来了啊，就准备的这个哈。哦，那个高露安还有节目要表演吗？没有什么，刚演完。啊，我都没听明白，怎么还有喊冤的那儿啊？谁？袁平啊。哎呦，谢谢大家吧。这个既然有一个人、俩人喊我。那真是，首先祝大家这个百年好合，生日快乐！不是集体婚礼，明明不是。这个父亲节快乐，好不好？哎，好。这个、我给大家开个会吧，好不好？我用你啊。大家拿起手机来，什么抖音呢、快手、小红书，到时候你就随便发去啊。7月8号，郭老师在苏州；7月15号，郭老师在深圳；7月22号，郭老师在大连。我用你。7月29号，郭老师在武汉；8月12号，郭老师在青岛。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这节目很独特，很独特啊啊！行嘞，往前站着吧，各位，来来来啊！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唱几句《大西厢》啊，嗯。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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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哎哎！